原标题：神秘消失的三国四大名将，辉煌过后均不知所踪。作者：我方专栏作家南门太守。一将成名万古枯，能成为一代名将而留名史册的，无不身经百战，经历过九死一生。但也有这样一些名将，经历过辉煌，江湖上留下过大名，但辉煌过去，转眼又不知所踪了。当然不是说他们遁入山林护人间蒸发，而是史书对他们的事再也只字未提，令喜欢他们关注他们的人扼腕兴叹。这样的名将在三国时期就有好几位。第一位居易，居这个姓很少见，有的书干脆把它写成居易，其实有很大不同。居姓可能与边地少数民族有关，史书上也说居易久在凉州，小习枪斗，兵皆萧锐，说明居易是一员猛将。居易原是韩馥手下的头号将领，他大概是个直肠子，在优柔寡断、心思很重且懦弱无能的韩。